这首歌因为它是属于合奏的部分，所以琴乐他只要先练习掌握到第一步的进行。那我等一下会先让他听一下其他声部组合出来的声音哈。这是第四步，第三步加进来，第二步加进来，然后接下来。二三，这边现在因为要翻页哈，然后刚刚这里，西